你们要干什么？放陛下旨意，捉拿侵犯伯建，到御书房候审。伯建又犯了什么罪？他结党营私，图谋篡逆。御驾之罪何患无辞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拿下！伯建，为什么拿我？伯建，我没有罪，为什么拿我？有没有罪？ 见了陛下，自有公断。你们谁敢抓他？太上王后，这次我想，你恐怕是救不了他了。带走！伯爵，伯爵，娘娘，娘娘，陛下。 对他用刑了？没有啊，抓他来的路上，他就一路傻笑，进来就这个样子了。伯建，别在这装疯卖傻，装可怜了。你这回罪无可恕，故不会再心软。<笑>你笑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我是大魏天子。放肆！陛下，他反秦一路，该杀！ 李泰该杀！啊，我是大魏天子，我是天地之子，我父王给我10万大军来扫荡人间，你敢碰我一下，天打雷劈！宁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别坐在那里啊，这是龙潭虎穴之位，谁坐谁死啊！快点走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快点走！ 走啊！他在南华宫就是这样的吗？陛下，刚刚抓他的时候，他理智的很，不是这样的。嘿嘿，伯建，你再敢胡言乱语、装疯卖傻，故必定取你性命。你这大胆凡人，我还没定你的罪，你敢取我性命？ 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！你个奴才！陛下，他是装疯，就是想逃脱刑罚。以异奴才之见，给他用大刑。用了大刑之后，就知道他是真疯还是假疯。哎，这，哎，停！神仙快显灵，天兵将至，大祸将至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停！顾侃他真的是疯了。陛下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你要把他交给奴才，奴才一定让他说实话。不行，他到底是先王长子顾的王兄，不能动刑。陛下，这暂且将他囚禁在下三所的马厩里，待顾想明白了再做处置。 奴才遵旨。压下去！诺诺，谁敢杀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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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傅，不好了！宁安派人把太上王抓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 就在刚刚，娘娘已经急得晕过去了。不好，太上王如果出事，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就是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大家不要急，我与蓝公公火速进宫，一定要把太上王救出来。大将军、大司马，我们依计行事，分头行动。好。 您的病如此严重，为什么不告诉太上王呢？我不碍事。伯建呢？伯建怎么样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据奴才打听，太上王大闹御书房，被陛下囚禁在下三所。什么？好在没有被杀。这样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太傅。 太傅，拜托你赶紧想办法，一定要去救救他。娘娘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您
去求陛下，才能救出太上皇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娘娘，不，我没事，我跟你去。娘娘，太上皇后，太上皇后，您不能进去。谁敢阻拦我？我要见陛下。 你怎么又擅闯郭的寝宫啊？你为何拘禁伯坚？姑只是宣他来问话。用铁链宣他。姑本来是要治他的罪，可没想到他在御书房装疯卖傻，大闹御书房，故才将他拘禁。你说什么？太上王后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太上王他疯了。 终于来了，啊！你知道吗？赶紧放了我！如果等天明来到的时候，你们就有麻烦了。快，快把我放了！伯坚，伯坚，你看着我，是我，我是莹珠。莹珠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都是想来害我的。你们休想！我的天明就快到了，到了你们就只有死。 你看看我，我是莹珠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伯坚，你怎么了？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娘娘，我弟夫给我10万天兵，派我来杀你们。他们一到，我会把你们全部都杀！伯坚，伯坚，伯坚，你真的疯了吗？走，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跟我走啊，伯坚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天帝之子！啊，娘娘。 你满意了吧？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把你的王兄逼成这样，你逼疯了太后，又逼疯了太上王。正好，你难道真要众叛亲离，做孤家寡人吗？不是故意逼他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帮他。你这样比杀了他还狠毒！ 你赶紧下旨，释放伯坚，我带他回南华宫去养病。陛下，真风假风现在还尚未可知，不能释放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无耻的狗贼，到现在你还蛊惑陛下，你不会有好下场。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演一出苦肉计？你，宁安说的有理，他真风假风还不知道，待孤查明之后再告知。 什么？你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？当年的那个峡谷柔肠、摘心仁后的永嘉侯到哪里去了？我对你太失望了，简直失望透顶！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可是你的同胞兄弟。娘娘，莹珠，莹珠，娘娘，诺诺，娘娘，小心啊！ 陛下，那伯坚呢？看好他。知道了。